你好，晚上的九点，今天2021年的1月8号，星期五。恭喜各位，赵婉烈社长刚刚看完开完奖后，我们中了09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啊又开壶了，我们用0409啊。可惜40牌用2425啊，但又开到26，要不然你中一碰两星，可惜啊。但是我已经强调了，那个只有签160块本钱呐、那个只有签160块的本钱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。您会员听我本人的话是绝对没有错的。你不相信这个礼拜二中一次，礼拜五中一次，请问你我们这个礼拜是不是中两次了？明天还有一次，应该会过关。明天还有一次，应该会过关，也就是说，我应该是可以中三次，恢复正常。各位不简单的，因为我是用脑袋在这边处理牌子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明天继续努力。恭喜各位啊，恭喜各位中09啊。好，我们明天继续努力。